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开箱视频分享的东西是一本书，它是一本很神奇又奥妙的书，尤其是家里有幼小的小孩，比方说他们的哥哥姐姐在使用这个颜色笔上色的时候，他们肯定会参与一脚。这时候你可以避免他们把颜色沾在自己的手中，也可以避免他们把颜色画在自己的脸上。这本书可以派上用场，而且又可以很安全的使用。这本书叫 Magic Water Book。在涂颜色的同一个时间，他这里还有教导你们一些小朋友来识辨这些动物跟它的名称。这本书的确是蛮不错的。然后这本书要如何使用呢？每一本书都会附上一支笔 ，OK， 这就是所谓的神奇笔。它看起来像是一支普通的笔，可是经过加了水过后，它可以帮你画出和裁出美丽的图案。这一面已经有了图案，但是你看不到它的颜色，所以你可以陪同你的孩子。一个时间再踩颜色，然后在另一面你们也是可以互相学习。如果你不知道要如何使用的话，它这里已经有这个说明，然后教你如何使用。还有一种玩意就是说，你可以看着这边有什么图案的动物，然后你叫你的小朋友去把它找出来，然后把它裁出来。譬如说像这个牛靠，你叫他寻找，牛在哪里呢？如果他找到了牛的话，他直接在牛的上面涂上颜色。接下来他需要寻找什么？如果他想寻找一只马的话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们可以看，经过大约十分钟左右，这本书的颜色已经慢慢不见了。也就是说，这本书你可以重复一直使用。这本书你可以用来上色，看到美丽的图案。同一个时间，它也可以让你在教导你的孩子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还可以促进你们亲子活动。这一本书在Shopee能找得到，你只要打上Magic Water Book， 然后它就会出现很多选择给你。我买的只不过是其中一种系列，然后里面有很多种系列可以让你做选择。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